Hello， 欢迎来到我 YouTube channel， 我是小伟。今天是我们奇拉蒂娜团体晚餐约会，现在刚六点，然后进了第一场的奇拉蒂娜。那昨天很可惜首发没有设位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有团体晚餐约会可以比，还有近将近三个礼拜的时间可以抓我们的奇拉蒂娜设位。那我们赶快来打这一场吧，有点小迟到，那还是租满的 OK。好，我们打完了第一场。天哪，现在天色在暗也太快了吧！可恶。哦，开始有那种入秋的感觉。最近早晚温差蛮大的，大家都穿点衣服啊。啊、哦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第一场会不会遇到什么吧。刚斩红队，这是黄队倒管，黄队却只拿了一颗球。来吧，第一场。没有，看一下他的 CP 呢，1877。可恶，八七奇拉蒂娜，没关系，反正我的目的是他的糖果。好的，来吧，今天第一球没有，我现在已经是佛系拼射尾了。奇拉蒂娜的糖果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它是战力，好不好？很强的战力，裂空被电了一次，超梦又被电了一次，好，再给 S 人。剩六颗哎，是说奇拉蒂娜会有人想要打第二场吗？哎、欸，丢歪了。如果没有 VIP，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要丢打第二场吧，不会像超梦那么热门的。哎、欸，这个球是这样，还掉下来，直插球啊！哎、欸，没有任何 throw， 然后就中了，可恶。OK， 我们今天第一场奇拉蒂娜要打到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附近的道馆，没有 VIP 都没有开袋。我觉得我们去翰林学院那边看看吧，那边有两座道馆，搞不好打的人会比较想要往那边跑的意愿也比较高一点，去看看吧。好，那我刚刚就打了一场，那我现在人在福甲公园，因为走到这边灯比较亮，那就来开吧，今天的第二场，来吧。噔噔，没有正常颜色，可恶。哎、欸，1915哎。1915是高吗？我忘记了，我好想要拼到色尾哦，不然好失落，可恶啊！哎、欸，有，一球就抓到了哦，好想要色尾哦。这只的攻击跟 HP 都是满的，只是防御低了一点。哎呀，怎么最近团体战抓的都有点微妙呢？好，那团体晚餐约会有人抓到色尾吗？如果抓到色尾的话，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今天奇拉蒂娜的晚餐约会真的没结束，好像有点短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一个简单的晚餐约会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就大家赶快早日抓到色尾吧。我是小伟，下期再见喽。